啊，这个椅子好不好坐？好坐。好坐。这个是阿妈的最爱。出来玩才桌啊，甲椅啊，互偷摕走。五岁的孙仔替阿妈心疼，一直讲那是阿妈的宝贝。危险时期，画面中会当看到。大约半暝啊四点外，一台小绿车直接倒退入到大埕，两位头顶无爱的男子陆续落车，无几秒钟的时间就展开行动。落车咯、哦，人来，后日啊走一要搬嘞。那个地无啊看到嘞吼，看无面啊。哎，讲是啥物情形？是那领导迄？伊也甲回台去用头皮。我等一下，唔知啦，暗时啊伫困啊。嘿。可能迄飞机啊伤水吧。人还佫伫内底呢，你讲嘛是。迄个人伫内底伫困讲。嘛是照搬呢。我唔惊，惊共吵起来，哦，两三惊。一抓两抓，开了六十秒钟的时间，查拉就搬走五件原材刀啊、椅啊、家计设备。出租的妈妈是真心疼，因为这是伊的家具店。经了真久，才决定买买的宝贝。就四抓，第五抓，五项无呀。哦，门关起来，要走。这拢规套的安尼无，两只椅啊，啊，我一个飞机啊，茶几嘛，啊，我一粒布啊，啊，我一粒大红的毯啊。开一下，开一下，来来，搁多等个五分钟。无到五分钟，搁开入来。那是物件无摕啊，是安怎？你看人落来啦。更加离谱的是，搬走家具五分钟以后，查拉是再度开车上门。一位男子落车伫门口四界看，唔知影是要消毒证据，还是想要偷摕其他物件。出租嘛怨叹讲，现在治安伤歹，伊嘛只会当无奈祈求自保。记者蔡凯采访报道。